好，我是 Ringa， 我现在跟爸爸还有表哥他们来到了这个小河边，是我们操场东边的一个小河。因为在这里呢，我们买好了这个树苗，要种的这个树苗，因为拿过来的时候觉得树苗太干了，需要泡一下，今天拿回去然后种上。长了新草，虽然风有点大，但是呢远处有鸟叫声，还有这边河非常浅，没有鱼，也是个流动的这个河，所以河水也是非常干净的。回来带上妈妈一起去种树。我们说嘛，坑已经都挖好了。每年的这会儿呢，我们都会在嘎查的办公室会种树，院子里，其他地方是不让种的。个人的家里呢，也更是不让种的。那边还有我们去年种好的，我们去年种的时候也是给大家拍的视频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些坑呢已经挖好了，当前两天挖好了坑正要种的时候，觉得这个树太干了，然后在河里面泡了两天。说年轻人植树长得快。太长了的话它吸收的水分会大，所以怕上面的就会干掉，会死掉，只一小部分就可以了。第一次种的时候，买好之后不能压得太实。浇水的时候它就吸收不了，截掉上面的之后再刷层气，这样是锁住水分的。嘎查办公室的里面的景色，这个是会议室，墙上的这个呢重新定了，然后挂上图片的，没来得及贴上。种好了，我们回家。